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央视新闻记者李景慧。我们现在是在武汉天河机场的候机大厅，在我们这一侧穿白色冲锋衣的是青海医疗队，大家现在已经唱起了家乡的歌。今天在我们现场除了青海医疗队，我们来镜头转过来带大家介绍，这边是我们云南医疗队。那今天返程大家乘坐的航班都是今天下午一点起飞，我们在现场两支医疗队在武汉天河机场胜利会师。要合唱一个吗？大家好，合唱一个吧。唱个什么？合唱一个。我和我的祖国。又唱我和我的祖国吗？唱什么歌可以？那就我和我的祖国吧。我和我的祖国吧。我和我。青红旗吧。行，可以，都可以。歌唱祖国。歌唱祖国。那个词儿比较振奋。好，我们一起唱首歌唱祖国，两支医疗队。那我开始吗？可以开始，您可以指挥大家开始。首歌，你们也能不能唱一首云南的民歌？我们刚才唱的是我们青海的民歌。刚唱的卓玛是吧？啊，卓玛，卓玛，对对对。也想听听云南的民歌。对。啊，刚才那段录了吗？录了啊！谢谢。来，我们听听云南的歌曲。Yeah!
升起来。看到的是青海和云南两支医疗队在登机口相遇。20号，你们领队在哪？2月20号，2月20号，罗队，领队。
打个招呼，打个招呼。哦，我们在现场特别激动，看大家是的一起唱歌，非常激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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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都非常以前大家都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今天就是在机场，刚才是擦肩而过，嗯，对，怎么来？青海的那个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现在特殊时期不能握手。是是是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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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位领队相遇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跟我们网友分享一下。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阻击疫情，都来到武汉，因为大家团齐心协力，共同阻击疫情，所以我们得以今天。可以说暂告一个段落吧。应该说我们是胜利大会师。大家都圆满地完成了我们这一批支援的任务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对，嗯，对。而且我们看，云南、青海都有很多锦旗。对，是。对，这是武汉送的，是不是？是武汉送的。对对。武汉送的。可能这也是大家从武汉带走最珍贵的礼物了。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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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。谢谢。给大家可以展示一下。我们一块儿来合个影吧。好的。那就在这里吧。就在这儿吧。就在这儿吧。就在这里吧。来来来，我们也给大家一起来留个影。来来来来。拍一下这特别珍贵的画面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齐在后边啊。好的好的好的。然后我们合张影，然后两支医疗队就。各自登上返程的航班了。大家就是想说什么，可以跟我们说上一句话。请双方去各自的家乡去玩，也期待着他们在各自美丽的家乡他们相互重逢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是云南医疗队，那今天白色衣服的是青海医疗队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青海第一批医疗队，他们也回家了。随着他们的返程，青海省来湖北支援的所有医护人员都回家了，我们祝福他们一路平安。然后这会儿呢，我们来跟云南队的医生护士小姐姐们聊聊天，看看他们在这段时间内经历了哪些感动。您好，您好，跟我们网友们介绍一下您吧，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南医疗队第七批医务工作者，我叫张荣生。啊，那么来到这一次来到武汉呢，非常感谢。这个武汉人民啊对我们的这种热情啊，这次在我人生当中呢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这种一种记录啊，那么以后呢我回去呢终身难忘，让我感谢，再次感谢武汉人民啊，谢谢。其实我们觉得大家都在感谢你们，我们在这两天采访中就发现反而咱们医护人员还很感谢武汉，因为这个在这边你们是我们坚强的后盾，武汉人民呢为我们提供生活上的保障，为我们提供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方便便捷，让我们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，这是辛苦你们了。主要您辛苦了，我们能不能给大家看一下您的这个登机牌？这个登机牌。大家来的时候，始发站是昆明，对，目的地是武汉，今天两个换了，什么心情现在？这个代表着这个武汉。在疫情方面呢取得阶段性的胜利，那么我呢今天呢非常激动，因为我呢完成了我的任务，即将回到我的家乡云南，那么今天呢阳光明媚正代表了我的心情啊，谢谢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
实新闻再做个直播，跟我们网友打个招呼吧，介绍一下您。我是云南省临沧永德县一共体总医院的。我看您刚一直拿手机在拍，是想留下大家上飞机这个画面吗？对对对，想留下这一个画面，还有就是我们武汉对我们的关心以及照顾，我们很感恩的。武汉不是最美的，不是樱花，而是武汉人民最感恩的心。我们多谢你们这么这久以来的照顾以及关心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我看您说的都有些动情了，觉得最舍不得的什么呀？最舍不得的还是就是武汉人民，还是有点舍不得，舍不得武汉人民，武汉人民的这些朋友们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您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跟我们网友们打个招呼，介绍一下你们。哎，你好，我们是那个临沧市的，我们来了，共来了40个队员，这次来到武汉以后，得到武汉人民的关心关爱，我们也就是感到非常的自豪。我们来这次来到武汉，你就说是我一生的无悔的选择。觉得要是再选择一次还来吗？如果是有第二次的话，我们会毫不犹豫的再上前线。我看您表示很认同是吧？嗯，对，我也是临沧的，我是临沧云县的。然后我感觉站在这个武汉的这块土地上，我感觉很自豪，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么大的力量来做这个防疫工作，来做这个抗疫工作。然后我作为一个战士，我感觉我无比荣幸。我们都做好了那个就是现在国外的形势吧，是不是？我们都在那一天，我们都说我们要向罗队请战，就是说，就是我们172名，就是人马嘛，就是再次的，就是如果是国外需要的话，我们就172名再次的奔赴第二个战场，我们都做好准备，还愿意去支援国际上的一些救助工作。对，因为我们已经是就是至172吧，我们已经是训练有素，然后就是。大家的磨合以后都非常的团结协作了。协作方面很默契。这样，现在这会儿回去，回到家里，您最想见谁？最想见我的妈妈，因为我的妈妈身体不好。想见妈妈了。对。会经常跟她联系吗？在武汉？会的。您来武汉，妈妈怎么说？她不知道。没跟他说，那你来这么多天没回家，怎么瞒住呢？我说我去昆明，清修了。哎，我们看大家在打招呼是吗？然后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，看大家，我们云南队。哎，我看咱们刚才在跟咱们对面的医护人员打招呼哈。他们是山西队。山西队哈。跟山西队也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大家欢迎你们。七彩云南，欢迎你。七彩云南，欢迎你。再见了，战友。再见，战友。战友们，再见。我们现在看到是云南队在跟山西医疗队打招呼，云南队的医护人员说七彩云南欢迎您，然后山西队也说欢迎大家来山西。现在我们是在武汉天河机场的候机大厅，同一时间在我们的现场有3支医疗队，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是云南医疗队，在我们这边再往前是有青海医疗队，那现在山西医疗队也是刚刚抵达了他们的登机口，现在3支医疗队在相互互动。我们到这边来看看，青海队这边现在特别热闹，他们现在正在排队登机，很多往前可以走走看一下，很多医护人员在登机口挥起了国旗，在跟山西医疗队在打招呼。我们今天在
天河机场一直守候在直播各支医疗队返程，几次都让我们特别感动，而且刚才青海队和云南队大家一起合唱歌唱祖国。我们现在看青海队在跟山西队他们在挥手告别，说我们江湖再见。咱们是山西，整个天河机场都沸腾了，现在看山西医疗队的医护小姐姐在给青海队拍视频，我们唱起祝你平安，
声中把青海医疗队都送上飞机了。祝他们一路一路平安，一路平安。今天在现场，大家走了一路，遇到了刚是云南医疗队，这是青海医疗队。嗯，我们央视新闻在给大家做直播，大家能不能跟我们网友们打个招呼 ？Hello。先带我们网友欣赏了一下大家特别美妙的歌声啊，跟我们网友们分享一下山西的歌谣，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的心情吧。我们要回家了，很激动，特别的激动，完成了任务，我们胜利了。对，咱们是胜利。咱们几号来的？我们是六号来的，不是十五，十五号，三月十五号，二月十五号，激动了大家。支援的哪家医院？光谷新医院。对，不忘初心。那个，你看咱们跟很多医疗队，可能之前也不认识他们，对对对，但是大家见到面聚在一起就会相互打招呼，特别的亲近感觉，真的是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，真的是一家人。中国一家人，对。在此希望大家就是能够都是平平安安，还有就是武汉，加油，加油。中国加油，武汉必胜，中国必胜。口号，你们有一个口号是吗？对，希望他们早日回家，还有继续在岗位上现在奋斗的战友们，希望你们平安回家，我们在山西等你们。还牵挂咱们留下来奋战的战友们。我们的战友还有在继续岗位上的，希望他们平安回家。是有一个口号想跟我们分享的。尽善尽美是指的山西，对对对，山西的尽也是山西的尽。对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可以让大家休息，然后跟大家在座位上聊一聊。您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单独跟大家聊一聊吧。您跟我们网友们介绍一下您自己。我是来自山西太原，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骨科的护士左辉。我们来这儿一个多月，感受到了太多的感动。特别想谢谢在我们就是身后默默的，为我们服务的，然后就是给予大力的支持、帮助和资助的人。另外就是武汉志愿者和工作人员。对对对，还有就是各方面的一些物资的一些资助，生活方面的一些资助，非常感谢。还有就是武汉人民，特别的英勇，特别的勇敢，真的是特别坚强。希望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能带着我的家人一起来武汉看樱花，还想带着家人一起再回来，对，看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，是想带着他们一起来啊。对对，这次到武汉有跟家里人说吗？有，家里人非常支持。这会儿最想见家里的谁呀？爸爸妈妈。想见爸爸妈妈。对，确实是有点想去。其实我们在一线奋战，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患者，对不起他们，是不是？你觉得？因为我妈70多岁一个人在家，从过年前就没有让她再出门，就是隔一段时间我哥过去给送点菜呀、面呀这些的，然后我爸爸是帮我哥哥看孩子，因为现在不是孩子不让上学吗？所以就我妈一个人在家，然后每个礼拜我哥再把我爸爸送回去陪我妈两天，然后礼拜天下午再接走。特别牵挂他们。那如果再让您选择一次还来吗？来。这么坚定吗？来。为啥呀？我是一个护士，这是我的职责，义不容辞。谢谢你。有一个小问题想问您啊。就是我看您有白头发了，您应该年龄也不大。我42了。这是来到这边熬的吗？因为干我们这个就是护理工作比较辛苦，
像上夜班呀什么的，然后每天操心比较多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嗯，现在大家开始排队登机了啊。都在那排队。你好，你好，也跟我们网友打个招呼吧。你好，介绍一下您自己。我是山西太原中西结合医院老年病科护长于欣。非常荣幸，也非常受家人的委托，然后我来这里和大家一起奋战。您提到受家人委托，家人委托您？家人我包指的是所有的，就是山西，包括我的单位的同事，单位的领导，还有家里边的所有人都是很支持的。来之前家里人知道吗？来之前我父母不知道。您没给他们说？没有。为啥不说？这个东西吧，毕竟，毕竟是去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对那啥的地方吧，所以我就没说。他们现在知道了吗？啊，现在知道了。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就是我来了没多长时间的时候，是看他们也是从网络上头然后看见的，说是要那啥，从网上看到您来的。问我了，我还在一直骗，后来告诉我说你别骗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不过他们知道以后也是特别的支持，没有一句的别的。这会儿回去最想做什么？回去先抱抱我的孩子吧。因为小孩子，因为孩子多大了？孩子9岁。因为一直是我的个牵挂吧。是不是孩子9岁一直没有离开您这么长时间啊？从来没有过，每天就是知道回来的时候每天关心的这种航班了。孩子天天都会查，想妈妈，感觉对，晚上做梦都哭了，确实是，真的是。今天就能回去见到他了。有什么想跟武汉说的话吗？今天要走了。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大家庭，真的是，哎呀，我觉得，咱们能生在这样一个大的国家里边是每个人的荣幸。武汉加油，我相信你们一定行。等到下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我以不一样的方式带着全家人过来看你。好，谢谢您。武汉的人民特别坚强，真的，我来这儿我都感触特别深。走的时候我看到他们，就像就是今天我感觉就是像那个寒梅一样，就是那种铮铮傲骨。梅花是吗？对对对对，就像冬天的寒梅一样，能看见他们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。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就是春天的樱花一样的那个美丽的面孔，啊，尤其是我们今天走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就是，那个警车在后头了，所有的那个就是私家车队，看见有他们都不超车，很自觉的都排在那个警车的后头。特别高的素质，真的，我觉得感慨特别深。我相信武汉一定能胜利，武汉加油！谢谢您。来，我们带大家跟随队伍一直往前走到登机口。大家上飞机前，上飞机前是不是要接受体温测量？是的。36.2，谢谢啊，辛苦了，没问题。看看，在拍小视频。2019年3月19日，战斗34天，凯旋回家，再见武汉，再见热干面。我看您给自己录了段小视频，对，说的是再见武汉是吗？对，在这34天。虽然说没有机会看这个武大的这个樱花雨，没有机会这个欣赏这个黄鹤楼的雄伟，但是呢，我们在这儿看到了武汉人民的爱，看到了武汉人民团结，感受了武汉人民的坚持，非常棒。我们34天与武汉人民同呼吸、共命运、共同战斗。今天凯旋回家，特别激动。你好，非常感谢您辛苦了，一点小点心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有爱的武汉人民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再见，咱们机场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礼物，是吗？准备了一点小点心，就是咱们湖北这边的一些特色小吃。你好，这边小点心在飞机上吃，谢谢，辛苦你们了，谢谢。我们
你给大家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看一下这个小点心。来，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一些小零食，有鱼干啊，什么小饼干之类的，然后还有一个，这是孝感的米酒，这都是当地的小吃，送给咱们医护人员。来，我们给大家放这儿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山西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们正在登机。大家一会儿到飞机上的时候呢，还会收到咱们机组工作人员给大家准备的玫瑰花，还有小零食。好啊，你好，这马上踏上返程的飞机了，有没有一两句话想跟我们分享呢？向英雄的武汉致敬，给祖伟大的祖国点赞。加油中国，加油武汉，加油山西，中国必胜。看到大家都特别有信心，加油武汉，一定会胜利的。谢谢。您好，马上登机了，有什么简短的话想跟我们分享的吗？希望武汉的人民和我们一样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，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，更加热爱生活。谢谢大家。嗯，谢谢您，你们也辛苦了。您辛苦，谢谢。咱们这一批一共是多少名医护人员呀？咱一共是100名，一百人哈。对，一共是100。谢谢。您好，这马上上飞机了，有没有几句话简短的跟我们分享呢？来这儿最多的是感动，特别感动，很多后勤人员给我们服务，感谢大家。我们今天回家了，相信武汉一定会胜利，中国一定会胜利，加油！好，祝您平安到家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你好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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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山西医疗队的100名医护人员，大家正在陆续的上飞机。那今天下午呢，就将抵达山西太原，我们这100名的医护人员就将。到家了，那么白衣执甲，今朝凯旋，在我们这段直播当中，我们送别了云南、青海和山西医疗队，在现场大家特别热烈，三支医疗队相互打招呼，相互唱歌，相互道平安，祝福大家。他们还约定说江湖再见，欢迎对方来自己的家乡玩。我相信这份战友情一定会刻在他们每个人的心里，也同时在我们直播当中也让我们在现场感觉特别感动，我们也会一直铭记他们，也会每个人都特别为他们所感动，向他们致敬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一段的直播先到这里，我们还将在武汉天河机场持续为大家带来医疗队返程的直播报道。